嗨，同学们，欢迎来到陈老师的华语学习天地。那今天我们继续的来看新的单元，人物与职业。人物与职业。好，我们都知道，生活当中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人物，那么他们和职业是有相关的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来认识人物与职业。第一个，老师，老师；医生，医生；护士，护士；渔民，渔民；老师给学生上课，老师给学生上课；医生替病人治病，医生替病人治病；护士照顾病人，护士照顾病人；渔民出海捕鱼虾，渔民出海捕鱼虾。我们再来读多一次，人物与职业。老师，老师；医生，医生；护士，护士；渔民，渔民；老师给学生上课，老师给学生上课；医生替病人治病，医生替病人治病；护士照顾病人，护士照顾病人；渔民出海捕鱼虾，渔民出海捕鱼虾。那今天就到这里，记得完成你的功课，来发送给老师。再次和大家说声再见。